肖战的生日庆祝活动确实是一场精彩的盛宴，展示了他与粉丝之间紧密的互动和深厚的情感连接。活动的策划无疑用心良苦，无论是他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生日自拍，还是工作室制作的庆生视频，都充分展现了他的魅力和多才多艺。网络上的及时反应也证明了他巨大的号召力，短短时间内便吸引了大量的关注和参与。他的粉丝们则通过多种方式积极庆祝，展示了他们对偶像的热爱与支持。这场活动不仅是肖战的个人庆祝，更是一场粉丝文化的盛宴，团结了各地的粉丝共同参与，体现了明星与粉丝之间的共生关系。然而，社交媒体时代的偶像文化也伴随着挑战。虽然肖战享有巨大的影响力，但作为公众人物，他也需要对粉丝的行为进行适度引导，鼓励理性追星，保障他们的生活和价值观的健康发展。总体而言，这次生日庆祝活动不仅巩固了肖战作为顶流明星的地位，更引发了对明星与粉丝之间关系的深刻思考。明星的成功离不开粉丝的支持，而在这个过程中，双方的互动与理解同样重要。肖战通过这次活动成功地维持了这种微妙的平衡，展示了他对粉丝的重视和尊重。